那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世界教育我们，就是不用打仗，不用意外，就一个病毒，你只要不把握，连最后弥补的机会都很难。学会在日常就把握，就珍惜，不要等到发生了死亡突然发生的时候才弥补。嗨，好久不见哦！嗨，今天怎么会来逛花市？出任务。今天有什么任务？我们今天要找牡丹花，就是不是在这个季的牡丹花。还记得她吗？全台首位日本认证的送行者许一飞，27岁的她，疫情当下为缩小遗憾而创业。我们是一个没有病没有葬的殡葬业。病就是整个停灵的过程嘛，然后葬就是埋啊骨灰什么，我们都没有牌位，不烧纸钱，也不引魂，不诵经，我们就是真的是完全，比较在意活着的时候跟留下来的人。告别不一定是在丧礼上面，其实可能是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在你任何想他的时候。就它不一定是因为遗体而存在，因为它的肉体骨灰而存在。记忆只要被人记得，它就是无时无刻都是存在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记忆保存，你要从生前就准备，自己要怎么样让活下来的人、留下来的人记得，然后你要留下什么给家人。不要哭啊！有什么好哭的？不就都要走？那很希望你们之后好好的，就是留下来的日子，拜托去帮我，就是多看看我爸，或是去寻一下，自己的爸妈、自己重要的人。现在是留下来的人，一直一直跟照片讲话，跟王者讲话，不是寡不会就是关落音。但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很直接的抚慰效果，他们都要听到离开的人有什么回应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少一点缩小这个遗憾。不过现在受到疫情影响，许一飞观察这遗憾被放大了。就对我来说，我的角度我就觉得其实过去的丧礼在疫情前后只是变大，不是从没有到有，是变大，因为可能最后还有弥补的机会，可是疫情之下就没有弥补的机会。你如果是确诊案例，你就要离好远好远，就是送他，已经没有时间，因为那个一定马上火化嘛。就网络上我看到一张照片，就是小孩子跪在这里，然后爸爸在那边很远这样子，那就是明天跟意外哪个先到，没人知道。疫情也是意外啊。就算把自己包得好好的，然后也实名制了，也防疫了，也室内五人了，你还是中了，其实就是你人生里面 的意外啊。可是没有人可以去预料到，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别的，就是活着的时候珍惜，对，没有别的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们希望可以是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。我们最近刚好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类似的，他想出国去荷兰，他明明知道他的生命快速倒数，然后明明这些可能是如果没有疫情他是可以完成的，对，那当然没有办法真的送他去他想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可能就收集一些来自各界的祝福，肯定有很多人他们有去过荷兰，然后愿意就是分享祝福跟味道。这个任务有完成吗？这个任务算起来有完成，但是也算起来没完成。我们已经用很快的速度收集了这个国家的东西，我们一度以为没有来不及，就来不及。但是送到他手上的时候，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是有打开的。一则喜一则忧，就是也很开心，就是有分享这些味道给他。我们整公司那一天气息很低迷。牡丹花是一个很贵气的窝们，他想要找这个布置在灵堂上面，但牡丹花不好找。很幸运，就是我们有找到，整个花市都找遍光遍。那是我第一次去花市，因为我们一直问，一直讲说：“老板，你有牡丹花吗？老板，你有牡丹花吗？”问到人家说：“阿玲都没见啊，今晚疫情，告诉来找。”
后来牡丹花也几乎最漂亮的是我们买到的。对，这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超开心的。对，我们也很开心。我觉得这叫满足，这就不叫弥补遗憾，这是多了一个满足，满足了家属，满足我们自己，都彼此是一起的。疫情放大了遗憾，但也带来转变的契机。我觉得差别蛮大的耶，就是你尤其是排场好了，那现在人少了，那你排场给谁看？以前可能因为哦，那我这个法事一定要做，因为我那个三姑姑六婶婶啊，还说这个说阿祖有做，阿妈有做，所以那你爸爸一定也要做。但是小孩根本就觉得，就是为什么又要叫我去跪，又要叫我去哭，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。现在变成是这些三姑姑六婶婶可能不能来了，家属就会说，那就用最短的时间，尤其是年轻一辈，一切从简。这个世界会在一个应该发生的时间发生某些事情。我们以前很担心，就是说我们要做这样的转型，是不是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冲击？结果，疫情活得下去，然后还觉得这样的丧礼，就是传统应该发生的时间可能应该短一些。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，但它可能就不用花这么长的时间，然后也可以给家属多一种选择，抚平一下过去的一些。没有很完整的告别，然后让家属的就是产生的遗憾，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好好说再见。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。就是我已经死掉了，就像我一样啊，我绝对不会在殡仪馆花太多时间，我一定办一场电影会，然后你们不会收到我的讣文，你们会收到我准备好给你们的电影票，然后连位置都安排好，你们还捐同卫生纸。侯光宇赚钱，侯光宇不赚钱。的目标从来不是赚。对，我们就是做，除了做还是做。我们有工作可以做，自然会，老天也会照顾我们的。我就是努力的去把握，去完成。我从来没有饿到过，我真的快不行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奇迹出现。比如说，我们是很幸运的，就是。我们在人生过程里找到一个，就算它倒掉了，或者是发展的不好，我们也开心的事情，表示大家平安健康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它发展好了，表示遗憾缩小，但我们努力过这个过程，然后我们不后悔啊。苹果新闻网，这就是人生啊。报道。